你这个万达农业，你不是应该在家吗？而且夏夏不是在你家。我。起床了。小米，起床了。叮咚叮咚，在不在？你不是给他们设定了人脸识别系统吗？是啊。我也忘记给自己设定了，没事没事，我多做点表情，没准像谁这就开了呢，是吧？开。不是说下午去接你的吗？我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到了，半夜。我申请一张床啊，我要眯一会儿。啊，我知道他们有空的地方，我带你去。带他去了。小点声，我还没醒呢。嘘，声音再大了。在做咖啡还拆咖啡机啊？不是这样弄的，我之前教过你，忘了吗？看着啊，是这样的，看到了吗？算了算了，反正你站在这儿也帮不上我，你呢就坐在那儿，等我做好了给你端过来，好吗？是啊，3、2、1，叮叮叮叮叮。学了多久？也没有很多久吧，反正就寒假的时候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没事干喽，就学一学拉花，就很快就学好了。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？啊，这个好像很难啊，我好像真的什么都会。啊，有一个 ，ZTF， 好喝吗？还不错。问你个问题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很有缘分啊？有吗？当然有了，第一次见面。你当时心情不好，就恰好选择了我弟弟的网吧，结果我们就遇到了。第二次在广州，
你在广州，我也在广州，我们又遇到了。第三次就是刚刚，我在门口正愁怎么进来呢，结果你就出现了，就好像是老天刻意安排的一样，是不是很有缘分啊？这咖啡还不错。你正面回答我问题，我在问你呢，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？你不困吗？困啊，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，坐得我腰都酸了，能不困吗？你要不要上去睡一觉，要不然没有精力看比赛了。我要等你把这个咖啡喝完再上去。那我可能喝不完。为什么？我舍不得喝掉你作为我的这颗心。是不是很有缘分？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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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答我，刚刚没跟我说咋了？是不是很有缘分？有没有缘分？有没有缘分？有没有？八点了，那再睡会儿吧。你乾坤大挪移，你不是应该在家吗？而且现在不是在你家。我哦，我的妈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了米少飞还在我的床上了。我的妈！好尴尬，我去厕所刷牙洗脸。对，亚雅了，亚雅。他跟我一起来了，他在另一个房间睡觉，你放心吧。彭尚元，你真的不把我当男的？他要睡，你跟我说换地方就行啊。我还没问你小子有没有对我女朋友做什么，你还大爷起来了是不是？哎呦，我大爷要出门了。你就问，童年，对不起，我昨天晚上我们俩喝大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我的床上，不好意思。这次原谅你了，下次不许再这样了，知道吗？我给你拿牙刷。哇，你怎么这么多一次性牙刷啊？我经常出差呀，所以背着这些也会方便一点。嗯，你有没有感觉这样很没有家的味道啊？你是不是太忙了，没有时间收拾行李啊？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人帮你收拾行李，就不用再用这种一次性牙刷了吧？好啊，那我以后收拾行李就喊你过来帮我收。看我心情了哦。